热死我了，我也不想穿裤子吧，但是咱们现在在官方频道啊，官方频道轮麦，我们必须穿长裤长裙呢，不可以露腿的。然后呢，要是想看腿呢，就只能勾一勾直播室通知了，我们只能回直播间再穿了。我的天，我都快热死了，能看到我的汗吗？刚洗的头又湿了。我们在官方频道只能穿长裤啊，然后回自己直播间里面可以换个打底裤，都是汗。
我看你们刚才扣字扣得挺开心的，怎么我这个麦克风一拿起来你们都不扣字了呢？大家点关注了吗？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的点一点直播室通知，给我擦擦。我现在站在这里不动都在往外冒汗，我也热，你们看着热，我更热，屋里的空调开到16度了还是特别热。然后大家就脑自行脑补吧，被挡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你们就自己脑补吧。啊，就是偷播现象看本质了。手机用户点左上角这里有个黄色的关注按钮，这个地方手机什么时候取消牛仔裤，我们比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短裤。你们是不知道石家庄有多热，我都快爆炸了，原地爆炸了那种。我不是广州的，我是河北的，河北石家庄的。河北石家庄的。再给大家跳一支舞吧。我的天哪，我觉得我的内衣都要湿透了，太热了。空调是什么？根本不好使。你们就假装我没有穿裤子吧，好吗？你们就假装我没有穿裤子好了。老乡吗？那就点点关注吧。
你好，你的小可爱已热死了。你们的小可爱已热死了。脑补出来了没？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太白了看不见，能看清吗？全是汗。视频窗口右下角这里有个直播时通知，这里勾一下。这里有个直播时通知我，勾一下直播时通知我。手机用户点左上角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主播好像跳都快死了，热死了。我们送送花，送送花，马上我就要下去了。我们送送花花，兄弟，这是官方频道，着急令什么着急令？你睡过头了吗你？我们点点直播室通知啊，送送花花，免费的小花花送一波，然后小爱心点一点。没有醒，对，我觉得也可能没睡醒。这里是953啊，来我们点点爱心，小爱心点一点，花花送一送，禁止送花了是吗？不让送花了，那我们就点点心吧。老阿姨哟，回去吧，叫爸爸。谁是你阿姨啊？没你这个大侄子，叫爸爸。不让送花了，我们就点点心吧。我就要下去了，我得去洗个澡，太热了。